大家好，我是天鸟，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是纳克的大冒险。哦，好，冲啊！Who made this place? Not Guardians. Too recent for that. Human built all this.怎么一样的模式被打爆？哎呦！太难了吧！距离又不好抓，没有办法刚好拳头揍到他吗？有没有什么东西遗漏？应该是没有。这个门居然是维克托人控制，还有可能是他们架设的。So, key is in here, huh? Yes, deep within the labyrinth. Many challenges must be overcome before we reach it. We've caught up. It looks like they're trying to brute force it. Hardly the spirit of the labyrinth, eh, Doctor?发现我啊！哎！有点凶猛，这些人。没有意义的装备出现了，他这不知道怎么使用，就是啊，还是说我只要放大绝的时候他就可以补血，如果是这样的话就还算有帮助。哎，所以他是啊，我以为是要释放我自己的，他是打碎日常时的时候同时就可以获得一些补血，这样好，好东西。
这下误会他了。And now, into the unknown.被扣到血，野生讨厌，想不到杀我杀几遍啊！这些不同派系的怪物到底为什么可以共存在这里呢？ If a human built this place, why are there guardians? Well, that human must have understood how to control guardians. What?会爆！对，只是那个很讨厌。你们两个，这总不会再被你用超音波打掉了吧？啊，这里是要怎样？
但是好神，终于啊！哎，是什么？要怎么跑咧？其实只要跳起来就可以了，不需要往侧面。很妙啊，我很怕这一次的。我想我就不要在那只守护者上面跟他拼命了。是啊，there's our key and our door. When the key is used and the door is opened, mountains will rise higher than the clouds. And the face of the earth will be changed forever. Kid, what does that mean?看起来这东西可能有点危险性哦。开了之后就要开始躲。怎么可能？然后一直跑，一直跑，一直跑。是他啊！不会啊！哎，跨过。说不定我直接跳两下是可以。就剩最后那两个了耶！觉得要跟他们绕圈。好多只哦！
他。啊，过了十只啊，这么多，说不定另外一边会有装备。怎么样？怎样走迷宫？还好这个不难。Dormant volcano. This 空地难道就这样吗？什么都没有吗？有开盾欸，啊，又来了，又是你们。跳什么？高的 ？No！ 啊，这边有神器，不是神器，是常识。那我等一下应该还放一招吧，打那个守护者。哦，他出关是固定的。那我先把人叫出来打吧。完全就是被那三波怪物点。突然想到一个，说不定可以打赢的好办法了。
咪？范围不够。他要用那个弹幕招式。是啊，终于过了。多补充一点回来吧。又是你，又是你。怎么大招符号变那么帅？因为拿到新的装备啊。你错过了。不会打那一只，他技能太多变化。赢了，不可思议的胜利。又怎么了？哇！We've got company. Hey, 顶一至三，好，过了。喜欢的话可以帮忙按喜欢，分享出去，订阅我们的频道，获得最新影片的资讯。谢谢大家收看，拜拜。